大家好，我是小丽，欢迎来到我的料理烹饪。有芝士控吗？蜂蜜整个烘焙界的重芝士蛋糕来了。前几个月奶酪芝士一盒难求，现在有一种终于轮到我上场的感觉，赶快搞定它，做法简单，我们一起来吧。这边是一个6寸模具的配方，我用酸奶替代了其中的奶油，也加入了少许的奥利奥饼干碎，大家要结合自己的口味做变动也是可以的哦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搅一搅做蛋糕的流程啦。Later. 烤箱出炉后稍作冷却，再放入冰橱冷藏4个小时之后，浓郁的芝士味太满足了。不过我的颜色有一点太黑了，颜值轻微受损，但是味道还是在线，所以大家记得要参考自己烤箱的脾气哦。我就是那个爱吃又爱煮的小丽，大家记得订阅我哦，打开小铃铛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咯。